欢迎收看老派人，欢迎收看老派人生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你爸子，来，我们今天跟爸子，我们想说来个一日探班。一般探班你都可能带个饮料、咖啡或是吃的去，我们今天就来带个欢乐一点的东西去。来决定一下你要哪一个，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比较好玩啊，这个比较好玩。但是这个、这个有这个哎、欸，对，有这个哎、欸，反正我是先挑这个。买这个，因为你要 school 嘛，这个有动动的可以玩，又有抽的可以玩。101玩具王国，你有来过这地方吗？我没有来过这地方啊。我以前小时候来买玩具都在这个地方，过年才能来，因为这边都是卖舶来品玩具，一年就买这一次玩具。来舶来品，请问一下你是舶来品？舶来品你是哪一年代的？那我买好了，这个东西叫做盒子当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红包当。红包当就是整张，然后把奖品都是挂在外面，那叫红包当。它就是，其实就是抽那个小小的纸条。这个你小时候有玩过吗？有啊，一元抽两次。你那个是几抽？150张就是150抽嘛。那我这是90张。那如果我们先设定，我们找30个人哦。这个抽3个，那这个抽5个。这个其实主要是有什么贴纸啊、纸飞机啊、滑板车，然后有手指滑板，你有没有玩过？手套。现在是不是想理我？手。那这一盒主要就都是糖果，可是它有陷阱。不知道你在干嘛？我系安全带啊。那系安全带是多难？他不给我、啊。车是老车嘛，他有时候他高兴他就给你，不高兴他就不给你。互相探班。这是他的熊，6月27号买到现在还没有拿，超超乐。对啊。哎呦，有奖对耶。是不是？超一波，超一波。今年不是牛年，这可能是过季商品。过季商品。你好久没玩这种东西。他这样用揉的，把它揉开。我不相信其他人会像我一样专业。7553等于就是明谢惠顾啊，是啊、哦，1至12号才可以，1至12号你可以这里任选一个洞打开，这边也可以，对，那我就当然租啊，过季商品，三奖不错哎，回力车哎，就是说三奖的话，你就可以再拿一个现金石，有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看啊，三奖是现金10元1枚啊，这是那种小时候国小去干妈点，然后跟阿妈说，阿妈我要玩，然后一次10块这样抽。一次10块，对啊，然后一次10块给你抽很多，4、5个这样子，不是一次5毛吗？阿妈一次才10块，你阿妈一直很讲话，我是说抽牌，这个就是你看几号，几号就会相对什么奖，幸运转牌这个，我已经有3奖哎，开什么玩笑，尾牙的运气会不会都被拿走？这边都没有，好了，把它留起来，还是你们要做纪念？没有，没有做纪念，来坐。何谓惊喜？惊喜的话，它有可能是动词，也有可能是形容词。形容词就是惊喜的 ，surprise 哦，惊喜的。那动词的话就是我这个惊喜你。我超衰的，我人生中最好的奖大概肥皂礼盒吧。这样讲。是猪啊。过季商品。过季商品。大家都会耶，真假的？就还记得，你知道吗？还记得要揉一揉。哦，卫生纸也是要这样一张变2张吗？30，1到12号才有。哈，那可以再抽30张吗？69，开黄腔啊！96。哦，抱歉。这是不是96？不早说要拍这个，我就去做指甲。我这个人最老实了，说衰就是衰。我先替后面人谢谢他。别跟我，我看他赖。你看他赖干嘛？骑车不能用手机啊！叫他回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时候玩的、啊。它有两个名字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。小时候是要讲抽抽乐吧？抽抽乐嘛，对不对？抽抽乐上面有写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盒子上面哦哈。Happy 抽抽乐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老板娘都台湾国语，啊，你别抽起来抽抽。5张都共估。我们先替后面的。抽奖者，谢谢你。所以你印象中，你最后一次玩这个搓搓乐、抽抽乐是什么时候的？国小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南京东路的某条菜市场里面的小干妈店。干妈店，那种阿妈。我以前，你有看过票亭吗？票亭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有在干妈店玩过。
中乐透的运气都用在这里啦。哎、欸，我中两个耶。所以你中了二十是二奖，二奖到六十，然后六十，我有回力飞机一架哎、欸，十奖，甩几个？回力飞机是这个，回力，就是那个刚打就会飞走那一个，这个，好吧，十一，哇，又中了。棒棒糖，这个盒子很可爱，谢谢。你们有点感情好不好？哎，你是中两个，所以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超人组合便宜，可以来点感情吗？超人组合便宜包哎，超辣。超人组合包，十六奖，贴纸一张，气象宝宝蝴蝶还有爱心啦，你省一个。那我要这个，又中星星糖，耶！十五奖是立体随意贴一张。现在已经快五点了，还有这么多奖。探班是可能没办法今天达成，那我们就目标就是让全部的钱抽完。讲一讲，你讲，我这人比较害羞内向。告别，小姐不好意思打扰，可以麻烦您借我五分钟做个问卷吗？你脸太凶了，人家会怕，人家不敢拒绝你。做问卷的器官捐赠是不是？请问你现在可以把你的肝捐掉吗？对，试看你就知道今天什么器官了。五号跟五十号跟六十五号三个，然后是一奖哎，奖是什么？百宝箱一盒，四奖，四奖，五奖。哎，你在？大师，大师吧，大师你好，大师你好，我们就继续这样拜，大师你好，看这一集要拜多久，抽筋可以放，这是最大奖才抽，最好是抽 iPhone 啦，如果有一天那个发达了，我们也会把这个奖换掉，不用担心，那时候就会有哪一天，大师在开号码，现在是来107，可能是17或107。或者是七加四十八，那是中了一个。来，大家看一下五号，好不好？五号大家有记得了。五号跟三，这是什么名字？爸爸先超难听，麻烦。这不是有点像那个卷子？不要抖了。不是啊，这个，哎，我这个我女儿超爱耶。那你不用，谢谢。大东西我不敢拿。民国奖，我说你最后一次抽，你跟我说民国奖，没有就国小啊。那时候国民政府刚迁台，你那时候有吃过巧克力球？有啊，足球巧克力球，好像吃过一颗一块的。那时候叫可可，是西域来的東西，西域来的舶来品，舶来品。但那时候的巧克力球，那个外面包是草纸包的，草纸、啊。一凑是一块。以前是五角，我们以前还会算哦，算是第几排第几个。他一定要这样子搓，然后搓有缝隙的时候就这样子。有哎、欸，十三奖是贴纸一张，耶、yeah! ，这很厉害哎、欸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牛，大家都误会了。这现在是 Vlog 吗？现在是 Vlog。对。哎，频道叫什么名字？老东西啊。嗨，老东西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查克。知道我的 IG 吗 ？#hashtag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听进了。万波很好喝哦，这边自录，看可不可以跟万波。可不可以冷静？频道叫什么名字啊？老东西。你在频道叫老东西？对啊。取这么无聊的名字。那你知道我们楼上是做什么的？来，我们这个哈，这个抽五张。你看，我是今天最吵的来宾吗？你有欠他钱是不是？34号、32号、62号、118号。你现在是在喊号码要吃饭的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公司在做保养品的，所以大家如果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保养品，黄色罐子装的，就是我们公司的。他刚刚讲了一些什么？脏啊！
很脏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频道希望它最好是红起来，不然我现在大费周章在那边讲那么多话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。我抽到的号码是65691000，有69号，我猜应该会中吧？有吗？没有。各位观众，你看他吃其实蛮多的，代表他今天真的很闲呢。我是最后一个吗？没有，你是最失控的。这是第一只吗？不是啊。那前面那一只对，是最后一只。所以你刚刚演那么多没有中奖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等一下这一段剪掉好了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就开始恶搞，然后狂讲脏话，让你们没办法上片。嗯，这样都没有中了。所以你也懒惰，直接100。这不是懒惰，我有大师开示过，连号包牌。我跟你讲，看到没有？35中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三奖积木一盒。哦，有没有？龙弹板法圈，11奖马口铁糖果盒，小母猫，里面的糖果还不错。哎、欸，日本的，干你是印个日文，你就日本的。宏源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干。不要搞 T 五开玩笑，就是咩啦？新票，在看，那边看，内底存无几项啊。老哥有钓啊！11奖，来11奖，我们看一下，跳球，这抽糖仔，好，抽糖仔。上好是生用牛奶糖哦，啊，无恁那就骗人的哦。好，我们10奖看一下生用牛奶糖。哎，准。我就是要生用牛奶糖的啦，开玩笑，谢谢哦。有一件事拜托一下啦，哎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这么多，那我们今天抽完，我们才可以下班。哎，叫大家来抽，我们把它抽完。不一样了，哇！那我对啊，我们吃我们的饭，那你叫人家来抽。好。手套 ，Gogoro， 今天是 CLA， 哇、哦，这个奖很丰富嘞，真的还不错。那大奖是什么？